的悠悠的岁月，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，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，和你再干一杯。这段时间经历是吧，成长，开心，还有期待，期待就是出场之后的时候。如果说要我选出代表青春那个画面，浮现的那滴眼泪，那片蓝天，那年毕业，那一张边哭边笑还要拥抱是你的脸，想起来可爱可怜，可歌可泣，可是多怀念，怀念总是突然，怀念不太条件，当回忆冲过靠近，冲出岁月在我眼前，我和你流着汗水，喝着汽水，在操场边说好的，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。是一个很喜欢完成一些不可能的事情的人，我很喜欢给自己出一些难题，然后，所以我坚持到了现在。我不知道结果能不能比我自己更好，但是我觉得，首先就真的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莲花，我要继续开心的唱歌跳舞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热爱舞台，耶、yeah! ！做每个阶段最好的自己。肯定之前绝对是会有一些哎，对自己不自己难过的啊，到后面就会越来越想，人想得越来越开，你也就越活得越明白了，各有各的活法嘛。我的活法就是每天开开心心的，然后不给自己留遗憾就好了。这个开始是挺难的，到后面会越来越顺利，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，所以我很挺感谢的，就是上天对我的眷顾，觉得自己挺幸运的。我很爱你们，谢谢，哎，谢谢。刚才就告诉自己说，我就每天都要活得很开心，然后我要更努力的训练。久而久之，我觉得我慢慢变得很幸运，很幸运的来到了这个节目，然后很幸运的认识了所有的训练生，然后很幸运的从一开始的那个89的排名到现在第六这个位置，然后一切我都觉得很幸运。放心吧。小林是打不死的蟑螂，可以继续越来越好的。但是我知道偏见和质疑一定是会一直在的，但是这一次我有从头来过的勇气和站得更高的决心，就是希望你们跟我一起有勇气的面对一切未知，就互相陪伴的走下去吧。不管你周围的世界多坏多烂，不管你崩溃的时候有多难堪，我们都会在你身后支持你，爱护你，陪你长大，我们一起变得更优秀。再次回来吧，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苦大仇深的事情，恰恰相反，我把它当成了一个治愈之旅吧，意义非凡的治愈之旅。SOS 路，我是来自民警的队长林怀伟，来自林怀伟工作室林怀伟，耶、yeah ！各位老师好，我是个人训练生林怀伟。想象不到，因为现在还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可以出道。